让永和川的板桃乡土馆哈，仿佛哈走回时光隧道哈，咱像退回哦黑白照片的时期哈，啊50年代哈，咱看到这个候车亭哦，较早家的客运来这哈，这真正是蛮好的遗作哈，这有算作家的献宝级的候车亭哈，然后啊，咱的原主哈，啊，要收集很用心的，啊，一砖一瓦。一个来收集起来哈，所以里面哈，啊，咱来会当看到吼，水牛里啊咧泡澡，天哪！我那有看到你卖迄个拉温呢吼，有含迄个玻璃珠的汽水瓶，古早时代的迄个有卡咧大的缝纫机啦，啊，卖古早编的单啊，哎呀，这样游客比较行哈，大家仿佛回到哈，啊，那50年代去的哈，所以哈，这个挑起大家哈，很新鲜的一种啊记忆。今晚咱都嘛吃安吉哟，我都吃安吉一万两嘞。这我都没参加过，那是第一次。诶，古早牛嘛是爱饲呢，蛮养个，我来。我是黑，我是亚洲。我跟你讲哦，跟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哈，诶，闲话家常只有在这里了哦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他很爱吃，他很会吃。这只系个温泉，好炸！你个还有烧鸡啊？还有烧鸡啊？你说咱家手感不错。刚刚这几天起吃，哎，吃完鱼先跑单，有效果的人来吃，好，俺老公下回也是吃的。所以笑吼，俺就台湾人吃嘛，俺吃来吼，全部都笑啊。啊，今麦点到顶哦，出来人哦，去新业哦，新业当天吃，汤汁嘛继续滚。啊，社区的守护神啊。对，阿里期待这个传统的这个所谓问题终点就好。因为守护神他年轻化哦，这样守护神年轻化。本来我们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卖点的，好，就是我们的牛身是驼皮牛身，好，然后这个狗狗呀，现场做的，用螺旋装饰哦，啊啊，搞富人，过年过节一年化，好，像把它放在心上，啊，它们。稍微一下，安尼来，两个人来，富的富的哪，富的富的，咩拢人，招牌牌挂出来，嘿，赞啦！你看，赞不？黑车就是黑车。看看，这是我做的板车，漂不漂亮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坐这一台火车来板桃园，我们已经回到50年代。阿妹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亮了，亮亮。逍遥好自在，大地脚下，祖庙万古不改，万古不改，万古不改。我们这个板桃社区哦，可以说哦，按全民国